括弧但是拉丝巾，但是我桌上牌桌就是 MVP， 上不下自摸，金牌不嫌多，出牌让你头晕难以捉摸，要不就冲一个不要错，跳转吧大神，牌打得出去，运镜的来，欢迎收看挑战吧大神。这是个奇葩类节目，欢迎观众可以踊跃报名啊！连续挑战六次未免成功，可以获得百万名车。没错，报名电话是02-8793-5802，也可以上挑战吧大神的粉丝专页报名哦。最近我们手气很好啊，我们的主持群呢基本上守住奖金啊，大概有半个月有没有送出奖金的？真的，但其实哪个很新的？他刚刚吃饭的时候还说真的觉得很。舍不得，反正送钱是老板送，关我们什么屁事，对不对？送就送好了啊，好了，就是送不掉。哎，上一集挑战成功的这个啊，袁志云啊，是28200，上次奖金被我守住了。真的，好了，欢迎志云。是，大哥好，小哥好，各位观众大家好。好了，今天如果你在挑战成功的话，千万不要选我，好不好？他会吸取教训的。不要选我，选他了。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。这个28200实在心蛮痛的啊。真的。刚刚吃不下饭，真的，都瘦了。28000块，起码也可以半个月生活费。可以啊，好不好？很好用哎。来了，然后紧接着欢迎我们这个多年的好友来，李明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要来拿奖金。爸爸平常生活费是靠这个。对，就没有人要跟他打。你看，好不容易等到你们节目。啊，真的。不是，问题是你平常还有时间打麻将吗？没有啦，就是都没有人啦。所以没有人了。赢太多。没有人敢跟他打，不是没有人。对，我跟你一样啊，我们没有朋友。哦，真的吗？没有朋友。我们待会就看看东风你会不会还在，好不好？啊，很多人大话讲得很快啊。好了，我们欢迎下一位唯一的男生王子，王子俊啊，我以为王子。哎，大哥好，子俊，子俊，大家好。要是那个没有俊的话，叫王子了，不得了。也不错，我们已经有一个原因。子俊在从事什么行业？那个机电维护。机电维护。对对对。哦，还有空来上我们节目啊。啊，不过我们录影还好，但不过礼拜六、礼拜天啊，所以观众可以踊跃报名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欢迎子俊，欢迎。来，最后连欢迎那个廖佳慧，欢迎佳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来自云岭的胡伟。哦，哎，我有，又是云岭啊。上一集也有一个来。哎，上一次我们有个云岭在那边开什么？开桌游店。桌游店。桌游店啊。所以你也从胡伟来啊？对。真巧哎。今天要拿奖金。好，加油。这个怎么样？隔壁邻居了。啊，所以我常常一看什么云林嘉义的，都觉得很亲切，特别亲切。好了，好，欢迎佳慧啊，欢迎。来，马上是我们东风三缺一，这个最近我们女性报名的蛮多的哈，对啊，所以常常是三娘教子，搞得子俊很紧张，对的，不要紧张，都是把她当姐姐当妹妹就好了，对，好不好？啊。这个上一期我们这个挑战成功啊，今天要挑战第一次卫冕啊，袁志云来，一开始就你庄家，开门啦。好，11，第一把来看庄家的牌，袁志云，王子俊，别紧张，廖佳慧，李明，好来，出彩哦，志云，佳慧说昨天整晚没睡，放一个，没睡看得到碰，看到没有？没睡，那 OK， 精神还不错，精神很好，南风 ，OK， 好。东风，请姐姐吃一个。想哭哭。哎呦，东东，不想他来，一直来。哎，不会第一把就凑庄吧？你们这样子，我们怎么玩啊？三饼，你看，哇，三饼外面杠，进不来。不要怕了，打出来，冲啊！四饼，好，没事啊，没事没事，不要笑我好不好？终于吃一张，对呀，真的是可怜到了，才骗我二三要打几单？骗我！下车了，怕什么？对方都下车了，一饼，没人碰。你看，哎，我吃牌放这边吗？对，跟那个嘉宾，你看，忽然还要摸一饼，对，太辛苦了。这你们不会打了，这我靠自摸，我知道你们。四饼。二三四，想想看哦，奶哥在帮我应该，等奶哥，奶哥在看还剩几张，对啊，他会更紧张，结果他就放炮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没事，不要，我要自摸的，不要，来，擦擦，
哎呀，七万。太黄了。对呀、啊，很烦哎，他们打太少了。难。你们是用这样在维持你们自己在这个牌桌上的那个？是你们的那个，因为他们打，他们打不放炮也是个战术。对对，这就对我就说这也是一个战术嘛，是不是？六饼，这六饼有什么恐怖？你告诉我，你会不会打牌啊？哎呀，来了，我来换一下好不好？嗯，好，好啊。我在赢牌的八条，八条，没有人打我打，看是不是这个。都没听，就所以我转一下嘛，因为多那个，真是，因为我海底嘛，对不对？对，你海底。六杯。好，来，先等一下，你没听嘛，对不对？你看一下，牌倒下来。只有我听啊！哎呦，为什么他们都没听呢？来，七条，一个，哎呦，没有了啦，换了一个，本来是对的，对呀，本来三万没有，三万都没有，一张都没有，哎，没有三万，有，对，没有，都没有了。你刚才要是打一位，他也是。所以那个牌啊，你一样，我摸不到三饼啊，我不懂，不懂你的意思。好，可是我吃得到他三饼。那不见得，那不见得，还不一定。哎，好，第一把黄庄，来下一把。好了，现在是你的庄家了。加油加油加油！庄家多一台啊。好。卖个老千啊。好，九。来看四家牌，庄家王子俊、廖佳慧、枪、Amy、诗雨。来，子俊，蔬菜。好，喂娘子吃饼。吃饼，哇，碰走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哦。你让我碰到你的牌啊，你小心点。我能怎么吓他就怎么吓。北，他已经给你了。我怎么这样对？为什么要这样对？谁叫你一开始就打臭，这样很难玩哎。嗯。这样很不开心。我在激发你们三个人的斗志。三五七，快点快点，完了，太好了，完了，没错没错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重新，全部人都听，对，快点，大家都听，对，没错，夏小雨，对，你看我的手气就是这样子，都是有人打在前面，你小心一下，好吧？我们帮他开路，吓死了，这就是姐的手气，没有什么别的。我的手气就是这样，那我就只好吃一个，你跟吃啊，你跟吃啊，你跟吃啊。这就是我的手气啦，都有人先帮你开路，开起来。对，你看他原来他要碰六条，六饼。好，机会来了哦。好啦，好，开，我的机会来了。哦，杠上，走，好，杠上，被吃漏了。加快来，开，被吃漏了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摸到不太妙，你放给他就好了，被吃漏了，不管了啦，冲了，三条。三条，嗯，这真的是超无聊，三六一条，你们那么爱听图听吗？来，哦，哇，这是 long time ago 哦，这时候，真的，这时候，对啊，这有点久哎，先等一下好了，五饼，没事，背包袋子，北风，哎呀。哎，好，让大家好抓牌。这个算是皇宫服务到家了，真的。而且去哪找那么帅？黄忠，找不到了，只有在我们这里。真的，找年纪那么大。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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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自己磕。好，来，来了，哇，没事了。Long time ago， 没事。来，来，小鸡哔哔，小鸡哔哔，你们不要放炮哦，拜托。白的。是不是自摸比较多？对，讲的废话。不是，我怎么知道？有自摸比放炮少的吗？他想说我们的规则。不是，我以为，对，我以为说自摸跟胡是一样。开，没有，完了，有比较多。有，当然，三家，三家嘛，哈，当然。三家，试一下我。好。哎呦，哇塞，这个牌好可怕。对，好可怕哦，而且全断哎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奶哥都流口水了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他不要，他不要。九饼，我也不要。对呀，我知道你打了。他都奶哥都流口水，你们看到没有？嗯，这个牌哈，怎么这样来？看，已经断光了。难。你们听得懂我在讲什么吗？听不懂，好像听不太懂。听不懂。
难度挺高。哎呦，对呀，这只好危险。你不要放他，我求求你。我求求你，放给他，冲，快冲！我求求你，不要放，我求你，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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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乌鱼子。拿什么事情？拜托，早都其实他想要做戏剧效果。他在演什么啦？我的天哪！哎呦，别这样，我都没有睡。真的来了啦！哦，杠上，哎呦，杠上，杠上，叉叉。三花有台哦，三花还有台哦，来，杠开。叉叉。哎呀，一样是，杠上好麻烦。一样是很长的，七条。也没有在怕的，还在吃啊！你真的好可怜啊！你对啊，你看我牌多差。你在我现在家，你真的是够衰的。不会啦，整个米姐对我不错。五条，还要把五条打掉。没事。耶，过了。哈，边七条。对啊。哎呀，那叫可怜。懂。怎么还有懂？他也太丑了。还有懂啊。然后你也转不了。转不了。好可怜。拜托，还好你打了。完了。真的。谢谢。死定了。然后你也没别的搭不开，没有，真巧。到底要什么，佳慧？对啊，好可怜，讨厌呢。你看你，放给我吧。嗯，选我，选我。想想想想。哎，有一炮三响吗？有有有，没有啦，没有没有，就是就正常的，台湾的。双眼皮。哇！我就帮你转转。手在抖。糊了吗？你不要吓他，手好像算了算了，他想要过水，平时摸。哎，有一炮三响吗？有有有，没有啦，没有没有，就是就正常的，台湾的。双眼皮。哇！我就帮你转转，相当手在抖，糊了吗？你不要吓他，手好像算了算了，他想要过水平直播，想要直播啦！哇！台都倒下来啊，好好，我们两个都是一四万，你看看，哇哇哇，一四万一四万一万对打，完蛋了！我跟你讲，今天这一期播出，我又没有人跟我打了啦，真的，一四七，是不是？有哪个？今天看我要打到北风北，好不好？应该打那一张的，打那张比较便宜。现在是三花四摸两台的三台啊，恭喜 Amy。Amy 握了一把，就是东风，基本上就是你们三家谁要被淘汰了，对，好不好？我刚多一台啊，你刚多一台，对，因为你是庄家嘛，对啊。好，现在是佳慧庄家哈，来开门。Amy 姐就稳稳。十，好，东风第三把看四家的牌，庄家佳慧，噔噔噔 ，Amy， 哎，志云，王子俊，来出菜，好。子君的脸越来越绿，困难打掉，来越来越白，好，把困难打掉，好的，来，一饼，吃，对不对？因为呢，我摸过了，我的打法不一样，我看现在要让谁跟上我 ，OK， 你想放谁？放对，我想放慢慢走，放生谁？慢慢淘汰就对，吃，这也是老麻将的打法，耶，东风。接不住，你真惨，真惨，吃那个一饼完就没了，七饼，怎么会？我那么牌那么漂亮，你都吃不到呢？九饼，这样子呢？哎呀，再一只，好，五条，完了完了，你完了，你为他吃了这么多牌。太惨了！为什么叫害七条？七嫂要不要？七嫂，我就说你们真的不要，志云也不要，怎么办？不要，怎么办啊？你们好难打，怎么办啊？哇，完了！艾米姐现在牌卡又少了一个，对呀，不是我少了很多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，你要知道这个差比较多。怎么都一样的九饼，可以有别的东西吗？好害怕，而且你知道吗？这种我又你知道吗？不要，好可怕！不要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好来，六饼，我们来加快速度，人家都拆掉了，那我没办法。你怎么会拆七八饼呢？这么漂亮的牌，你哪家不拆拆七八饼？你怎么打呢？太熟了，可以三只看的吗？
三支杠。三条。可以啊，可以杠。可以啊，当然可以杠。对啊，为什么不杠？可以啊，当然可以。哦，他知道了，三条。哇，紧张哎！从这么早流口水到现在。无病。无病还是？哎呦，看起来子俊有希望哦，加油加油。嗯。发财，在那边。不过他好像六饼三个，是不是？来。哎呀，不是哦，是我。三个。然后他有苦衷，有苦衷，真的哦。二条，而且一直打这个二三条，六饼，吃一个啊，我是要吃哦，吃好了，冲一只好不好？好了，好，可以饶过我吗？要，拜托，我可以复活吗？可以接过一下，不要那啊，接过一下，拜托。九万，九万，九万，放一个。有人放，太好了。我为什么不会打六？他们怎么排都那么晚啊？耶，谢谢你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姐姐，上面有了，哭哭，姐姐。他这个打错了，不是他哪里牌？他猜错了，打了。不是不是不是，你这个牌八条后来摸的，没有是二条，怎么会打二条呢？我知道你摸了二条，然后你去打二条，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对，对呀，你这八条后来摸的嘛，你摸二条，你打二条啊，二条我干脆把拿进来。对对对，你那时候如果你去打四，听的比较多，是不是？哦，他已经听了，因为我刚听已经，其实我刚听三六条，不是，然后摸到二条，你是牌。打三条啊！对啊，打三条，他打三条就听二五八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就可以打三条，因为太多了，有点看不懂。你那时候我又不敢想太多，就已经摸八条了。对啊，我懂我懂。你看，不是啦，他那时候，他那个时候是这样子。哎，我刚刚是本来是听三条嘛，本来是三六条，听三六条。对你本来听三六条，后来你摸了一张二条嘛，对，你又把二条打掉嘛，对对，对不对？后来你又打掉三条给他吃嘛，对。你本来那时候就是二听二五八条，你转手又自摸了，对。哦，你已经先所以你打了二条之后还是听三六条，嗯，你转手就摸二五八条了。因为太多了，实在看不懂。慢慢看啊，急什么呢？就后来怎么怕大家？就后来怎么那么厉害？七万不放炮，因为我觉得很可怕，是啊，就打安全。可是发财一花独听，啊，庄他没有没有，他不是，我是庄。来三台，恭喜恭喜，跟你姐好厉害，让大家知道一下成绩哈。是那个志云是四千三，然后子俊是三千四。佳慧是四千三 ，Amy 姐是八千。好，现在期待来讲就是子俊你是最差了，对，三千四。那当然了，你要是胡佳慧的话，来回的话，你还是有可能够反败为胜。你只能胡他们两个了，就是 Amy， 你可以过水啊。那其他两个你胡的话，还是有可以反败为胜。对，好，就我如果过他水，胡他们两个是不是？不，你跟你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你像这，你像是老大，好不好？你是有钱人，我又是混淆他们。你随便你，没关系就好。看你想让谁走。好 ，OK。十十，庄家李明一，志宇，王子俊，佳慧，好，出菜。Amy 姐可以出菜。Amy， 男，跟打男，打掉男就不难。东，碰一个，打八万。同中。中，看着像三娘教子。中，脸越来越白了。被教训。我现在想要那个，你，我觉得你这一次的战略，这一把的战略，你就是要快快冲。冲，因为你已经没有在，就是下大雨，你没有什么好可以输的，你没有回头路，对吧？哈，对，你就拼命冲，拼命冲，冲冲看，冲不过就算。对，不要怕。对。北。二条，九饼，北风，赤峰特长，
东风。五万。我好像可以喝酒了。马上还没有来吗？酒还没有来吗？你可以庆祝了。不好意思，招待不周。没有，我现在就有点没事做。也没事做，找个大饼，酒饼啊，动一动好不好？不要，闲着也是闲着，不要吃啦。白皮，换一个，我来动一下牌哦，来转一下你们的 queen。二条，对，这样就对不对？就动了，转一转，对，动了就动了。二万，双眼皮，哎，哈哈，鸟儿。七饼，大饼，怎么又是大饼呢？啊，梅花，五个人，五条，五条，啊，我为什么对你那么好？真的啊，难怪他会，我不想，分数好高，我不想，我不想对你那么好，没人，没人要，一万。你们注意哦，奶哥又去巡视了。子俊加油，一条，帮最弱的加油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加油加油加油，对，不怕，这只好怕你又要吃哦。你干嘛怕我吃？你那是怕我糊啊？你今天你糊了，你糊了就直接把王子就干掉了。对，我不能糊他的。不是，你可以糊，可以糊。他不会被扣分是不是？他扣分，他要分，他走不了。哦，他走不了，他们俩差1000分了。好啦，所以我都不能糊了。OK， 好。那你可以喂我，来了6万，人家明明才打了5万，对啊，你才打了5万啊，对啊，我都没有在看你们的牌，你知道？嗯，我现在知道了，没有在，没有在理，因为我现在已经7万，我现在已经在闲着，想喝酒，闲着，等酒喝，等酒，等我们上酒，对，七，怎么又是七呢？进，耶，进了。进牌，说加油加油，说进九万，来哦，不要，哈哈，一万，哎，叫他不要进，他还不行，发财，成功，机会来喽，开。八饼可以饶过我吗？他没有，他们叫我不要糊啊。不是，没有没有叫你不要糊，谁叫你不要糊？你还是可以糊啦。你糊了他，他也是淘汰，因为他现在成绩最差嘛。哦，懂意思吗？我以为我会把他的钱拿过来，没有啦，懂我意思吗？我以为不是积分当然会增长，但是因为他家落后很多了，他落后太多了，好吧？大饼。不是积分当然会增长，但是因为他家落后很多了，他落后太多了，好吧？大饼，发财，怎么那么多发财呢？九饼，不好意思，绝张，哇，绝张，六九饼没有啦，真的。他两张，他两张，他两张，哇！那你还有我听的，我也听好美，我听很美。你还好，还好，六九张，对啊，六九张没有啦，两张、三张、四张、五张、七张牌了，你没有啦，剩一张，是不是？东风一花，两台，九饼摸的啊，所以呢，很清楚了。这个子俊呢，刚才已经最落后了，又放一炮啊，所以子俊真的被淘汰。真的是三娘教子啊！是的，哇！来，南风一转身，好高兴哦，跟哪个打牌？哎，压下来了，我们第一次同桌，对，好高兴，好高兴，压下来，不然艾米姐太无聊了，太无聊了。对啊，反正子俊他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他本来就没有要打，对，反正开始就想带我下来，艾米被淘汰。不会啦，不会啦，不会，我现在就是让子俊来。
看看我的牌技，然后顺便看看看看我这样。好，他根本不想打牌。那因为刚刚上一把是 Amy 姐累积的积分，好，我们现在是南风逆转。累积多少？累积了多少钱？我8000。8000。费清扣。8000。来 ，Amy 姐。好，来了。费清。那这把的话就是2816。八。我们先看一下庄家 Amy 姐的牌。噔噔噔噔，好，智云的牌 ，OK， 奶神，哎呦，哎呦，很骄傲 ，OK， 佳慧，开枪，出彩，来北，打个北，他看你，其实我觉得奶哥刚刚那个哪个帅气的样子是啊，来。笑嘻嘻，笑嘻嘻。我们讲话多文雅，真的。人家来讲，我也要笑嘻嘻。对嘛？对，好，我们都学你，我们都学你，我们都学你。现在都来文绉绉。对，南风吹来了。哎呀，哪个听了没啊？你们有没有理解？你们都没有说理性的。听我再告诉大家，听我再告诉大家。真的？真的吗？那我们有一个。那我只要不放你炮就好了。八万。碰。你看，好像差不多。而且你让他打七万的时候就要碰八万，这次牌真奇怪。二万。那听了吗？不会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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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理解，没有办法理解。对啊，为什么会打九万了？我先把七万弄掉。竟然还有八万。碰过了。我碰九万，你知道？你打七万，我就不想打八万。哦。就不想。就不行。叛逆。对。结果后来发现我并不是8000块，留不住，我就只好打。哎呀，这时候来了，七个，姐姐的这个助攻，看哦，打这张，八饼，哎呀，吃不到，好，有没有在学？学到了，有哈，8条，不要光看他，有时候，哎呦，绝张啊，哪个？有没有听姐姐？哪个都不会，我可以学。我看他头是不是从都一直在你那边啊？没有，视线都不对，他很乖，他很乖。对，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才看。原来重新开始，我们的牌就来了。好，这样子的话，好，1234567，好丑，好丑，好丑，七个。不要不要，那碰一个也可以，碰一个，哎呦，好，那可以碰一个，碰一个，不要再要，没有一家对啊，牌都不好，你也会这样打吗？嗯，就是看来你也会打这样的，你也是会打牌的，三笔，碰一个，三条，好，哎呦，二花。吓一跳，吓一跳，吓死啊！你们俩怎么那么好吓？你看都没有动，看到没有？我就很会摸这张牌。因为哪个人吓别人？你还没有听牌，有什么好怕的？对对啊，我又没听牌，真是。那我听牌也要讲嘛，哈。要，一直你要跟我们讲。好，我只要打跟大家一样就好了。来了，二万。我还不用先打这个，你看。嗯。这样明白吗？刚刚可以先对，但是可以先不打。好小，七饼，要吃卡八，这是不叫吃卡吗？吃不到，不要光想吃别人，靠自己。真的，东风无力百花彩。自从我知道我跟你们一样之后，我牌就进来了。真的耶？怎么样，自摸吗？不是，就是他理解之后，他的进牌，他的牌就理解。进牌有什么用啊？我的牌就不一样了啦。哦，我的牌就不一样了。刚刚完全变，我刚刚真的搞不清楚，就一个13烂，懂吗？好，来喽。好，奶哥让你掉。4饼。你刚搞不清楚的时候，我告诉你，我清楚。我搞你对，你知道吗？吃兔7条。我就想说，我随便乱打，结果你看，有你刚刚跟他们讲，他们有听到你的沟通，他们理解。我跟你讲，最明白的就是观众朋友，你们真的都懂，对不对？我顺便跟观众聊天一下，这你们都懂，这没牌了，明白就不是在打嘴炮。来了，什么叫没牌了？来了，嗯，来了，来了啦！哎呦，这张我超会摸的，真的，7万。那我就7个吧。你把握，你把握，你把握，把握机会，你把握，你把握。但是你，没人要，好子臭的要死。完了，哪个要放炮？耶！谢谢大
爱你哦。十七万，你撇嘴，你撇嘴，有新的甜美哦，有新的甜美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很美，你看人家这个三六九品的，你好美哦，哇，好了，开心了，艾米姐，三花白六九，对，六九怎样？没有怎样，我就是只是刚好说到你，好，就是三花白皮两台，两台，好，恭喜，谢谢，下一。好的，现在南方逆转胜第二把，志云刚刚有赢了，现在又是你庄家，来，好，是希望我希望你啊，这样才可以活到啊，被李杰准说中了，十，请看一下庄家志云的牌，请，好，奶神的牌，八威，佳慧的牌，好，李杰嘴的牌，铁嘴了，好的，志云可以出菜，那还打阿贝。你跟奶哥一起去摆摊，帮大家算命，两个都很准。一个人玩。一个人玩。此风不可挡。好。东。大饼。其实志云一只手气不错的。对。九万。还可以。真的牌，我看他牌上头都起的都不错的。碰。他牌应该起手都比我们漂亮。嗯，麦当劳碰，好哟。既然他牌不错，我们把他牌碰上来看看。乖一点，对哦。碰一个，哇，五饼，对不对？中西合并，留个饼给我抓。麦当劳，好哦，碰过了，绝喽，过了，九条。一个人玩，男的。我们这边两个打左手的，我也有哎。其实我是练的，他是练，他是右手。其实我左右手都可以，真的哦，厉害。我跟你们讲，超不对，我就乱接，乱说的。我只想说爽而已，九万。放一个，说一个心情好。对。一个人玩，一个人玩呢、啊？是的，好啦，嗯，六条哦，那都怎么样？太好，漂亮的哦，请用，太漂亮了，吃不到。当然啦、啊，因为你打八条。大饼，嗯，哎呦，哪个急喽？急了。哪个急咯？不要这样子，没味道我的。哪个急，我们都好害怕，对，好紧张。大饼。急只有下班会急，别的不会急。别的不急，九笔标哈。哎呦，真是的，对不对？真的。二碰哦，六七，明白吗？明白了，明白了。碰八条打九六七，下大超二碰。庄家自摸。哎呦，好醉啊！吓到我了，吓到我了！奶哥想要多一台，哎，他们想很久，他们来打这个麻将，还要回去，还要去看心脏病，还要看收集，对，还去拜拜修天。哎呦，发财，碰一个，啊，还在碰发财，等好久啊！对呀，为什么？他还在碰发财，中西不出现，中西发，中西合并还要发财，哎，你这样可以打超一色，哎。不好说，他先不告诉你，对，等一下你就知道，不能说的秘密。红中发财是花，难猜，还好臭臭，就不能放他，还有臭臭是不是？好，那我努力一下，不能放他嘛。九品，九品，你刚刚打过了，很久了，来啊，来了，好，不可能放给你，因为你那么多台，你有事吗？三秒，太我期待了一下下，他已经准备要演牌了，这样，哦哦。我想说怎么了吗？对啊，一定是跟你打，对不对？对的。哇哩哩哩，装机啊！哥，你有别的牌吗？阿赫，我现在就等你们看谁。贺翔啊，阿赫，敢当饶过我一下？什么？偷偷摸摸放下去？没事。这只好可怕。没事没事。哎呀，好没事啊，七条。怎么这么多？不要！就是八条碰坏了，二条。我有五
来，这是个胸罩。南哥，真的是个胸罩，放两把。真的是个胸罩，来演拍演拍。Sorry， 南哥那里有耳环哈，九万钻，九万美。哎呦，他三六，三六九哎，但九万美了，没有，但是红头是漂亮啊。看一下，看一下。看一下，真的三六九都没有哎，怎么样？好惨，白等了。要不然是把妖姬打掉，还真是凑一次。哦，哪个还要一上？可能没有，我要一上聘呢。好，那这样，我要二花吗？屁股，所以你屁股。对对，好，好，来，恭喜啦！我先来报一下分数好了。志云是5900 ，yes。然后呢，那个佳慧是5500，是。然后那个 Amy 姐现在变成5000，都是哪个不放炮给我？不是，哪个不要这样放给你？我平均一下，好不好？一炮、两炮、三炮，这样好不好？对不对？这样才公平嘛？这样公平，公平。就拍我，是我的吗？该我了，该你。第三炮。我先看一下庄家奶神的牌，碎宝碎宝，好，乔伟的牌。Amy 姐的牌，志云的牌，好的，奶神，来，请出差，一同去郊游。一，没有。Amy 姐在等奶哥这一把，是发大财。我这把放你，好不好？对对对，他在等待，用一种非常期待的心情在打这把。瞄准一点，很炙热的眼神看奶哥。发财。男的。啊，吸，吸出就吸，吸出就吸，早晚要出。咦，北风，指风不可挡。南，西。哎呀，越打越长。哪个老婆 ？Nancy，Nancy，Nancy， 哪个最爱打 Nancy？ 皮儿，皮儿。也太会摸这张了，东风真的耶，对呀，好有缘哦。七万四，这是一个缘分，对呀。这不要叫，来，叫小声一点，叫出来了，小声一点。嗯，红中侠，好哦，红中，北风，终于七万。够尖了吧？嗯，这一只，漂亮，大胡子，八万，来哦，对不对？嗯，好狂哦！这一只已经准备要小鸟儿，碰，四万，就喜欢哪个碰，哪个碰我的牌我就高兴，心情好，心情好，高射炮。9000，是不是？就是要哪个碰？哪个？奇怪，玩漏四饼，你还漏碰？没事，当将，漏碰吧？怎么自己突然间就突然发现？对他突然慢慢一下，不漏碰怎么可以摸这一张？哪个？被摸，我又没下。哪个你男朋友在收集？哪个你知道你这把是要放给谁？放给你。好，谢谢。有有，他记得，他记得。好，谢谢。哎，我这都吃不到哪个。他是信守承诺的人。谢谢。皮儿，来哦。哎，南风，难打掉就不难了，没事。庄家台。谁是庄家？哦，哎，碰。哪个？我要来转一下。好。因为既然。既然都这样子了，对。哎，我跟他接了，对不起，打到外面去了。没事，没事。哎，为什么？哎，那怪怪。对，那怪怪这么长。我有打这么多张吗？啊，谢谢你碰。真的哈。嗯，摸一张好。太美了哈，很水，很水。哦，那就是啦，就转啦，就转啦。水的话，那就贡献一下啦。跟打一个嘛。水还跟打？要跟打。你看我花都摸得出来，一花。没事没事，菊花菊花，那是朵菊花。哎，怎么还有花？还有花，再来个花。哎，还有花，四万。哪个可以打点别的吗？哦，这种牌真的好讨厌哦。对啊，而且你知道吗？
有人在等你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有人在等你，你知道吗？一饼，大饼要不要？不要，不吃，他吃饱了。哦，好难打耶，真的，真的花岗。换一个方向，换一个方向，转一下，转一下，给你一个指引，换一个方向，换一个方向，难打的话换一个方向。热饼，怎么那么多这些啊？双眼皮。我真的跟你超不合，超什么？超！刚刚都放一炮给你，还超不合？超！超！你都忘了，你超开心。你糊的是他的，他不用给你吃牌，给你重点就好了。我可以跑一张吗？可以跑一张，请各位大侠饶命吗？五条，你五条现在才打，知道。当然不是啊，就是我要吃一张啊！下次我应该说快一点。你们不要是他才很久啊？对啊，二条，二嫂，二嫂。挑战吧，大神！五条，你五条现在才打，知道？当然不是啊，就是我要吃一张啊！下次我应该说快一点。你们不要是他才很久啊？对啊，二条，二嫂，二嫂，你为何现在才打？早点打嘛，他舍不得，真的。那就换我吃，你看，全世界都要，你看，都动，一个动全部动，真的。对啊，你放给我了，吃一张。五了，嗯，哇。Amy姐刚听，我先胡，不好意思。真的假的？我三六条。为什么要这样？哪一个？还真的耶，哪一个为什么要这样？那怎么办？我不能过水啊。给我还哦，还难胡。这个时候大家真的都抓死了，真的真的对。因为从你打七万，就全部人都跟你走。哎呀，好，二花庄家花杠有算吗？有算花杠，好，那两台庄家三台，三台哦。好的，南风逆转胜最后一把了，我们来报一下分数。志云现在是4800，你现在最低哦。嗯，然后佳怡姐是5000，佳慧是5500。对，因为是这其实没有这么差，因为来回，对，所以你糊谁都一样。好，你糊我，你他淘汰，因为他分数比较低。对，你们俩差200分了。嗯嗯嗯。来，最后一把你庄家。但如果和局就是你。好，了解。12。佳慧的牌，噔，看一下哦。Amy 姐的牌，好。志云的牌，男神。可以加分出彩。好，西风，西风好，来哦，哈哈，西风，啊，真的不错。对呀，跟得很紧。红的，打牌除了牌技之外，手气很重要。嗯，真的。哪个说七分是运气？雷击吃不下，对不对？七分是运气哈。哪个？然后三分守住。红中侠，没错，我也觉得。好，北风。白皮，白皮，10000，碰，碰哦，好，下家碰，30000，吃，七饼，奶哥，这是真的吗？因为奶哥吃30000，他想哭，我想很感动，我也知道你的牌。奶哥，这是真的吗？我不敢相信。你刚刚没有吃到他的牌，完全没有吃到。有啊，只有吃到那个七。可是奶哥让你哭哎，让你哭了一把。做人要知足。怎么那么快哭啊？奶哥，啾啾。对啊，要知足。好事，我改。70000，胖，哇哇，奶哥 sorry 啊，我要痛一下而已。奶哥。奶哥刚刚定格，你刚刚石化了一下。对，低罩杯。天哪，居然他碰了！嗯，我的天哪，很好，嗯，很好，很好。江湖中传说的头心痛，看起来跟打鸟鸟，跟打鸟鸟，发财。Oh my god， 进牌了，我要看一下。你这把跟他上次那。上一把，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，一堆一堆一堆，很紧张，很紧张。天哪，他要看错牌。
对对，没错。天哪，看到你妈看下大雨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没有啦，因为要把它排好。好哦，排整齐是。嗯，先打一个二饼。李兆明，好，吃起来 ，Amy 姐姐最好了。当然了，我跟商家都已经在那边排很多，不知道打哪一张了，赶快打给你吃，来，对不对？赶快打给你吃，吃不到。哎，我怎么看着看着，什么时候变这样了？是的，很突然的。是怎么了？我的牌啊，超好了，很突然的，很突然的就变好了，对，很突然的发财，真的很突然的，因为刚刚这一半，真的真的，这半是不用没有用的，这种突然怎么都不发生在我身上，三娘，好，哇，哇，又是天三条，哇哇哇，哎，这个有吧？二花有，二花，二花，还好像二花庄家，真的，我刚排那么丑，可以二花庄家不听，三娘。三台哇，佳慧，那哇，佳慧听呢，听啊，我刚就听了才冲的哦，我刚打的，还好我先跑来的，说好吧，哇，那我们的卫冕者志云淘汰。怎么了？你 Amy 姐要说什么？没有，我就是觉得他很可惜，因为对啊，因为以他的手气，他前面一降就把自己的手气打坏了，而且对不对？该摸该那个，对啊，好吧，没关系，他牌打得不错，下次再来。好，好，谢谢。西风冠军战。好，马上是我们的这个西风冠军战啊！现在就剩下我们云岭来的啊，吴伟，吴伟的，好，我们叫 Amy。现在累计是14600，好，所以只要5000以上的话，大概就2万多，两万，好不好？你们两个谁会走不知道，啊，不知道啊，真的不知道啊，真的，来，嘉慧，你累计最多奖金，卸妆啊，按下去 ，OK， 好，15，好，西风冠军战，来看四家的牌，庄家廖嘉慧，噔 ，Amy， 熊熊，哎，奶熊。来，蔬菜。东风无力百花残。哦，好哦。东。好哦。哇，跟你打麻将哎。对啊。好害羞哦，跟他打麻将很害羞。Sorry。因为他太可观了，好害羞哦。看牌就好了。很难啊。就算是女生也很难，就对啊。南风。六条，要五还是要八？把八给你，你应该是打八吧？再度啾啾，对啊，你应该是打八，然后你吃卡八气死他。10000，可正常啊。没有，哪个故意要照顾我？对啦，你知道就好。来，西风，三呢？这样也是三呢？三个呢？吃不到。红霞，好，哦，你要碰红中，对呀，好的，等很久了，哇，我照排队的哦，30000，你这牌都很漂亮哎，还这样子来，你又要献给人家看，哇，吃不到，那你一直糊他的，等一下，你丢什么？糊他就是我，我可以碰你的鸡牌，可以，你没看完了，你打30000要碰50000，你没看到？70000。没有，刚指责一下你。你是这么多万子？10000碰。你现在很紧张对不对？你听牌了吗？对啊，你可以跟我们讲你听牌了。听了。啊，那怎么办？因为他很紧张，他50000多，我怎么看？真的跳。你刚刚说他。不要。你不要多看我一眼。不是，我是很冷的时候。哦，你是冷在那边走。哦。怎么会冷呢？哎呦，真的哎，红中，碰过了。对，嘿，奶奶。哎呦我，起风不太对。我发现啊，我坐在这佳慧下家哦，没什么好处是。对，我都一直问你，打太熟，而且他还蛮那个。七条，以为我是逼不得已。我都先跑牌，不是心甘情愿。没有，我非常乐意。真的吗？好啦，来3条。我有穿
三角裤了，所以先不要。这碗一只鸡。我觉得漂亮的女生那个对话不太一样。本人更漂亮，谢谢。本人更漂亮。哇，谢谢你们。六条。一万。哎呀，我这个牌，除非我摸绝招了。二饼，还有二饼可以打，有啊，哈，扣声音了，西方打麻将扣声音了，他的气势啊，我气势是选你的啊，奶哥，来六饼，服了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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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，哎，好六七耶，罗斯。一花红中，一花红中，看我，他不两台，是啊，但是我们是压奖金啊，我们两个临门，对，我们两个没差，我们两个没差，我们两个是在抵消你们的奖金的，好不好？好，希望冠军战的第二把啊，现在是 Amy 庄家，是的，开门，来来哦，八点八，来看看庄家 Amy 的牌，熊熊，哎。奶熊，佳慧，噔，好，出菜，还不错哦，出菜，心情不错，来，南风吹来喽，好哦，东风吹来喽，东风吹来有点不是很舒服，东，又一阵南风喽，好哦，来哦，庄家要有庄家的样子啊，是不是？金牌要像话啊，西风。对不对？庄家的气势要不一样，要凶一点。对，就是要像庄家，不然不可以像闲家。孔雀东南飞，真的。下大雨，下大雨，好的，来哦。怎么了？鸟儿，鸟儿飞。哇，红中碰一个。一万好哦，这张，对不对？姐姐打牌有姐姐的逻辑，一万哦，好哦，此方不可长，九米，啾啾，牌皮儿好哦，来哦，对不对？就说庄家要不一样嘛。老是靠上家，搞屁啊！三万，三满，你不要啊！什么风？烫到，早知道丢。你连北风也要成对，你怎么那么你牌那么丑啊？没有，我是想要本来有两个废牌。怎么了？好，不要喂我，真的不要喂我，不要喂我。七品，我要自己来。真的不想靠我、哦，不要，因为我要门清一摸三。两个小鸡啊，我是在弄个帕子瞎书法哦。海哥，怎么样？可以。棒，他想吃。不要，差一点就开始。表情不要做太早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？哎呦。这八饼要真的，我等下哭着回云你呢。这节目怎么不早点叫我来啊？挑战吧，大神！海哥，怎么样？棒！他想吃，不要，差一点就开始。表情不要做太早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呢？哎呦！这八饼要真的，我等下哭着回云你呢。这节目怎么不早点叫我来啊？七万，七万，好，谢谢，对不对？我们大家都好了，大家都开心了。对，一曼，今天晚了，一条，一条，好，那你还不跟我打？没人打啊？他不跟我打哎？哦。
哦，无意的抱怨，这样子是好啊，三条啊，姐姐啊，姐姐，对不起，我跟你讲，我如果你看啊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如果坏一点的话，我就等服他。你看我真的八万，你懂吗？我如果坏一点的话，我就等服他九万。真的，可是因为我想要自摸。啊，对吧？我吃你的这个，因为我碰了一个九万要下来嘛，那就服他的啊！你看，舍不得，还好我还不想猜，他也没猜嘛，还好了 ，OK 了 ，OK 了，庄家台，庄家台，没事没事，来下一把，西风冠军战的第三把，像你们两个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啊，嗯，所以这把还有两把牌，可以啊，来，现在有熊熊庄家，五。来看四家的牌，熊熊，哎，徐乃莹，徐乃莹，廖佳慧来喽，李明一，来出赛，九比，哇，这位置可能是刚刚那个王子这个位置不好打，又摔位置了，从头到尾都很烂，然后把就是还打了一手炮手，真的，一手炮牌，九比，跟打，嘿，南风吻脸亲亲，好哦。难，八条，东风，董中侠，盖起来，哇，睡觉了，对，睡好快，累了，累了，我真的累了，真的累了，七条。吃不到、啊，是的，没错。西方，来平，我又胡了。没有啦，我还早嘞。跟一张，七条，嗯，一万，碰一张，好哦。二条，啊，爱国。啊，峰峰，小鸡，哎，越打越惨，红中，小鸡 again， 吃，啊，再一个东风，吃，东风对，对的，没碰，发财。哎，七万，七万吃不到。哦，来吧，又七条，哎呦，怎么回事？来吧，哎呦，怎么回事？七条，哇塞，哇，我的卡七条四张都没有了。啊，你要卡七条啊？好 sorry， 都在外面，都在外面。So sorry， 你睡，我睡一觉，睡一觉，你们慢慢打。三条腿，外面跑。来。八条，明着打，失去了希望了，心碎了。嗯，真的。好，一个漂亮的，先跑三万。好，嗯，花，杠上，吸，杠上吸，好可怕，杠上吸啊！哎呦，高文，五中。四条，来哦！真的来了，真的来了，四条，说来就来，说来就来，说来就来，是吧？是的，哎呦，贝贝，贝贝的，贝贝的，快来这样子来这个牌，五笔，哎呦，你不是不玩了，不玩了，哎呦 ，OK 了，又 OK 了，你怎么还没听嘛？对了，也对了，嗯。五条，怎么有那么多条的？所以他不要条的。好了，花，好，杠上，是的，杠上来了啊、哦！来打一个不一样的。好，二饼，一条不吃不糟。哎呦，小鸡在一只，
发财。发财。嘿，大饼儿。大饼。能能。能能吗？大饼。爷爷。饼是要吃吗？解郁吗？我打着说能吃条，因为他没办法吃。哎呦，还有这张摸啊？嗯，竟然还有那一张。七条四张灌在外面。嗨。Oh my god！ 怎么了？三万。每次都一直打一样的。花，哎呦，好美，又没有台，这些花。七。小西西，小西西，好哦，来哦，哎，可以啊，小饼，不要不要，生命花，亏，刚开，亏亏死了，我是，好漂亮啊，哎，我等一下也要打，那你问，哦，没有，我也单调哎，很美，啊，掉北风没有出来啊，哎，对啊，那你为什么要掉没有出来的呢？你没有别的可以套吗？没有哎，北风在这，这边两只啊，好远，杠上了，三只，哇哇哇，北风在这里，一摸四个，一摸五啊，你是3300，嗯，对，你是2500，哇，相差800，差不多啊，所以你们其实只要谁胡一台，胡我或者你胡他都可以，你胡我都可以。好不好？都差800，好一台就可以了。胡就对了。最后一把我庄家，胡就对了。十，好，西风冠军战的最后一把了，看四家的牌，徐乃湖，徐乃湖，廖家慧，艾米，熊熊，熊虎，熊虎，来，对，吃鸡，吃鸡，哎，吃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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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流行，吃鸡，对，胃痛吃不下，在年轻人那边吃鸡很流行，对，你，那我也没玩了，在你的年纪应该是吃不了。白皮，北北，南，顶大，顶大，哦，下大雨，好哦，喵喵，吃鸡。我先不吃了。当。哎，九饼。怎么会这样？嘿，一花。嘿，吃鸡。哎呦，来喽！都不要。嗯。白皮，两个白皮。北风，碰哦，一万。七，哎，这牌也没什么机会。东风，东风是错。嗨，四鸡，四鸡，什么叫四鸡啊？四条跟一鸡在一起，对啊，一万一万，哎呦，我都打一对一对的，伺机而动，都是一对对。嗯，大饼，四鸡，五鸡，白皮。对啊，不懂他意思。四鸡白皮外面缝，可以。哎呀，开开好，来哦，九条，好哦，九条。嗯，哎呦，还太发财了，发财。还太早，三条。三条，好美，吃不到。二条，二条，嗯，奇怪了，这个。对不对？二条就是奇怪了，大家怎么都一样？嗯，对吧？奇怪了。嗯。八饼儿。哎，不要叫。吃到啾啾。哎呦，永康。永康呢？有啊，永康。来哦！哎呀。嗯。漂亮的。四条。你还是吃不到，不到啊！二嫂，二嫂，哎呀，三嫂也来了，怎么那么多啊？进一张可以吗？哦耶，真的哦 ！Oh my god！ 好了，给你一张，你现在才要给我一张，第一罩杯，奶奶，
自己来，自己，红心自己来，我都自己来。发现，好吧。Very long time。睡啦。我还是吃不到，是不是我自己来？我要等到等你啊，等到去云林吧，我请你。对啊，好，这个一麦五了。哈？哈？哇！147耶！哇塞，我也听耶，我听卡七。对啊，哇，147好漂亮哦。但是哇，我两个一万多。对啊，我想说，这个就有了，对不对？花生就小。这个有。对啊，但是你知道，我刚刚我才摸八饼拼牌打七饼的时候，你看都上不了，八才碰不到。啊，没有了，147万。哎，真的，有我两张，只有他猜出来的吗？好像一万没有，猜出来。有一花一台，恭喜！恭喜！有装。哎，我赢了啊！赢了。虽然 Amy， 我拜拜了，好可惜哦。他都不放给我。好惨。好惨。耶！恭喜啦！恭喜佳慧。好了。好，恭喜恭喜！决战北东北。决战北东北。耶！恭喜佳慧，加油加油！加油！谢谢。哎呦呦！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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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挨半天，挨到最后他打，通常都是这种的会留到最后。七岁了，他整晚没睡了，整晚没睡，压力很大，整晚没睡。好吧，那今天奖金是18700，那就看你能不能够拿到，好不好？加油！好，来，开门哦。好，嗨，八是这边。八是这边，我自己拿好。好，对，自己拿，要不还这个就不帮你啊。这个攸关奖金的就不帮了。OK， 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等一下哦，等一下哦。不急，不急，不急。好紧张，好紧张哦。不要紧张，只有你们两个。就是这样子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没有紧张那个钱啦。哦，钱的部分，紧张钱的部分很恐怖。来，开门牌你。开门牌，我要先看门牌。那女庄家。好，先看一下佳慧的牌。枪。来来来，好，奶神的牌。好了，好了，18700了哈，看你今天了，加油加油，佳慧出彩，好，好，是耶，八饼，八饼，妹宝，两家打可以吃可以碰吗？可吃可碰，哦，真的，嗯，可吃，然后台照算，嗯，没有，就是直接谁赢了谁就把钱拿，是不是？没有，也不用算，嘿，哦哦，糊了，对，可以杠，对不对？哦，懂了，当然当然，谁糊谁的就赢了，赢了就是呀，了解，抓到杠。嗯，哎呦，他还有暗杠啊！嗨，刚刚怎么都没注意到有那么多张？真的，可能摸了吧？哦，还是原本就是来，对啊，跟着你打，你打，嗯，再搞啊呢？就搞哎，搞干呢？老板，老板，妹妹，加杯酒，加不？嗨，其实我们旁边看的人很忙的，对，通常你们这一关都大家都是最忙的，好，对，因为我们要两边跑，你怕哪班？我怕狗班，这啊！被你调走了。切切，正常的啦。切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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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条。三条是不是？吃不到。吃到。入入入。Linda Linda， 吃我的。鸡。碰。还有啊！完了，咋了？奇怪，奶哥你别这样了。对啊。就让人家拿才一万多，让人家拿下奖金嘛。Oh my god， 也是要照牌理打，奶哥其实也是好啦，也是照牌理打，我知道。奶哥可以饶过我吗？拜托，可以吗？五条，再给我跑一次可以吗？他不可能过水啊！不要不要，什么？看到没有？哥，哎呦，要死我！挑战吧，大师。什么？看到没有？干！哎呦，要死我！真的？要死我！只有你干得到，太痛了啦！我会好痛。真的假的啦？真的假的？刚才是摸的假的，好烦哦！真的？他自摸了。他干嘛这样退我？哎呀，那就退掉。傻眼！这边很美。他第一次饼哎，他很漂亮哎，可是这个你一定打的。奶哥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你说他没有杠，他们不知道。那我一定会杠的。再来就是我的。差一张，一张之差。
我是杠上摸的芭比。杠上之王，而且你是鸟啊，只有你能够杠啊，没有人可以杠的。我只有摸到，只有你自己的鸟能够杠。只有摸到，来，就是这个重点。加快来吧，没事没事，让你喂鸟，没事啊。对对对对，大一点啊。对，我现在有休息两个礼拜，好了，好不好？对啊对啊，可至少他喂鸟了。就没钱，没奖金，就玩玩一点，白玩的，坐晚班车回宜宾，出征玩一点，再玩一点。好了，谢谢四位。哎，欢迎观众朋友踊跃报名参加，电话是02-8793-5802，也可以上挑战吧大神的粉丝专页报名哦。好，晚安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拜。